五百高流形象广告用 key 的，被网友骂廉价，原来是致敬他。喂，我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了。啊，我打错了，哦，对不起。走，让我带你们去港口。啊，五百老师怎么绿绿的？斥资70亿建造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日前盛大开幕，形象广告邀来五百拍摄。鲸鱼提案是以鲸鱼意象设计的，海豚步道是以跳跃的海豚意象设计的。哇。室内跳高5公尺，无敌海景，赞赞赞！珊瑚礁群是以珊瑚礁意象设计的，高低塔则是以海浪造型设计。老师，帮我们签名！粗糙合成毫不掩饰，网友开飙：影片好烂，预算怎么编列的？令人失望，怎么不实景拍？是学生期末作业吗？在这个场馆内，每个位置听我唱歌，都一样嗨。平常呢，我最喜欢来这边散步逛市集。面海第一排的绿化景观台可以欣赏落日美景。#高雄流行音乐中心，这款的气路只有这有高雄流行音乐中心。看到广告最后直接表明，就绿幕拍的怎样？部分网友翻转了，合成就是影片玩的梗啊，大家太认真了吧，果然要这种套路才会热烈讨论。效法沈智慧，政治人物愿意一起投入鼓励这个街舞运动，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正面值得鼓励的事情。我们这些政治人物们舞是不一定，应该是算跳得很不好，但是这是表示我们的心意，请大家多多鼓励。整个经费就10万块，10万块，10万块啦。为街舞做事有错吗？真的为街舞做事有错吗？我们一起为街舞来努力，赚到不要这样子恶搞了。来，同学做得好，老师教得好。1、2、3、4，谁的大腿外侧没？我的大腿外侧没。1、2、3、4，好，谁的骨盆最端正？我的骨盆最端正。谁的大腿外侧没有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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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大腿外侧没。